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 David Austin 可食用的月季 g e t c u d e j c k a l 以及月季花酱的制作方法。它是我院子里目前唯一可以食用的月季，中文名字叫格特鲁德。有两点要特别提醒大家：不是所有的月季或者玫瑰都可以食用的，制作之前。 要特别的查看一下。其次，为了食用，就是要避免使用化肥。我通常用厨余和糖蜜欧肥，有时也会加些 EM 菌，自己制作有机肥，给有机蔬菜和可食用的月季使用。四次荣获英国人最喜爱月季，多次获大奖的格特鲁德。 是英国育种家 David Austin 1986年培育的一款月季品种，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。这个月季以著名的花园设计师 Gretel j a c k l 的名字来命名，它对当今英国花园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David Austin 曾经说：“香味是月季之美的另一半。” David Austin 的月季可以分为五种不同香味，分别为经典芳香、适合制作芳香精油、墨药香、茶香、果香和凤香。此外，月季的香味也不是固定的，即使同一个品种的月季在不同时期，其香味也是有变化的。 g e t r u r j c k o 就是属于第一个经典芳香月季，它有着纯正而甜蜜的古老玫瑰香味，香气浓而不浊，使人心旷神怡，是我院子里最香的月季品种。这一株 g e t r u r j c k o 是我于二零一八年秋季从朋友那里剪枝条扦插成活的，现在已经种了四个年头。 今年是花开的最多的一年，除了因为扦插后它的枝条慢慢铺枝上叶多起来，另外一个原因是今年春季平拉枝条，每一个节上都结花苞，开的更多的花。花朵的颜色呈现明亮的粉红色，非常漂亮，很有气质。花期长，比较勤花。 可以多季节重复性开放。官网说适合四到八区，我在南加州的十 A 区，气候比较干热，这个可能影响了它的复发性。可藤本，也可做灌木，关键看你怎么修剪。植株最高可达三米。据 David Austin 的官网说，它的花瓣数量可达。 八十片。接下来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怎么制作月季花酱。首先，我们采集花瓣，最好的采集时间是清晨，花还没有完全开放，香气最浓郁时。要准备的材料很简单：四汤匙的 lemon juice（ 柠檬汁）、两汤匙的葛根粉、四到五汤匙的原糖。 洗干净花瓣以后，沥水，加入两汤匙的原糖，两汤匙的新鲜的柠檬汁，或者是买的柠檬汁，轻轻搓揉均匀，待十分钟以后，它会出一些水。剩五分钟的时候，我们开始煮沸糖水，两汤匙的原糖加入两杯的水中煮开。 然后我们把腌过的月季花瓣加入沸糖水中煮大约十五到二十分钟，花瓣从粉红色变成深红色。在这十五到二十分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准备两汤匙的葛根粉，加入半杯凉水中调成糊状。等花瓣颜色变深红色了，然后我们把这糊状的葛根粉水。 缓缓加入煮熟的月季花瓣中，不停地搅动，继续煮到成浆糊状。根据口感加入适量的原糖，再加两汤匙的柠檬汁，继续文火煮五分钟，关火冷却，装入开水煮过的玻璃瓶中，密封，放入冰箱冷藏。这是刚刚煮好的月季花酱。 这一次经过一天一夜冰箱冷藏以后，它的颜色会更加好看、更深。这个对照就更明显。右边的这个是刚做好的，左边的是冷藏几天的。涂上面包，香甜可口，也可以加入稀饭中，在稀饭起锅之前加入月季花酱。 还可以加入馅料中做甜点。我把我的配方列在表上，供大家参考，可以截图保留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